种将不复存在。毁灭吧！就算失去一切，我也会战斗到底。大家，我终于做到了。这里是……刚刚不是还在天庭吗？喂，啊，虞姬，我来到了，在天庭了。24号顾客，你奶茶好了。这是什么情况？大家怎么都在打工？我的身体……紫霞仙子，你与魔灵一战，能量耗尽，到底是哪里啊？落入凡间。我现以天师传人之名，特聘你为天师的临时工，驱散六道魔灵，积蓄灵力，一起重返天庭。第一份工作就是入场清理。你给我说清楚！为什么下凡了还要双倍打工？但能我需要喝口奶茶。看来天界之战，先想办法解开神树封印。哇，战斗中点击这里，切换点击这里，填充完毕，开始完成进阶吧。神使进阶，点击这里。神将神术装备至对应的神使，神使学会了新的技能，回到战场觉醒神使，释放神术。来来来，解封宝箱，看他获得了什么好东西。神术残液可以提升神术等级，大提升神术等级将紫霞升到3级。时间推进，可持续积攒红火。红火已积累完毕，释放紫霞觉醒技能。离弦之箭，只能不。前先提升，点击选择云中子，点击这里，点击这里，填充完毕，开始完成进阶吧。点击这里可以直接跳转至神使，只能穿为云中子穿云中子并肩作战，清除魔灵吧。因人爱被情绪，我愧不敢。拥有优秀的输出能力，释放觉醒造成巨额伤害。安静，胜负已分。嘿，吃我一剑！急急如律令。无尽的旅途中，我曾会因为战场上飞过的鸟而分神。这次是我愧对店长，我发誓下次绝对不会偷喝奶茶。精准是一种说服力。可以降级，急急如律令。
心。因人爱力行事，不愧于甘当。来来来，看招看招！天师大人，境界功完成境界任务，境界已开启，点击前往按钮完成任务吧。解封宝箱，获取神树残叶。使用神树残叶，提升云中子的神树等级。完成任务，能提升境界进度。天师大人，冒险过程中，神使会自动释放觉醒技能。安静，胜负几分。天师府忙不过来了，赶紧招募些神使来干活吧。神将夺走一切，唯有战争。提升地藏王的点击选择地藏王，点击这里，点击这里，填充完毕，开始完成进阶吧。点击这里可以直接跳神使只能穿戴与招募到强力神使地藏王，快与他并肩作战吧。来来来，看招。精准是一种说服力，有点类似灵魂的滋味。我们正高歌。哦，你说这个阿瑞斯送我的通天塔，可以获取的神塔立于苍穹之上，无界无边，有神明镇守。真没想到，我闻到了一股这里说不定挑战通天塔守卫。将紫霞移动到前排，吸引敌方火力，立即开始作战吧。因人爱力行事，我愧于甘当。安息吧，好好享受灵魂的拥抱。还不赶快现身！急急如律令！安静，胜负几分？要的就是出其不意。神树残叶，快去给地藏王升级。我们正高歌猛进啊。升级神树等级，将地藏王升到十级。返回作战界面，试试威力吧。前八成境界任务完成，快来领取。这次是我愧对店长，我发誓下次绝对不会偷喝奶茶。获得高阶神树，点击选择地藏王。哦，你说这个？选择更高阶的神树，看待高阶神树可提升等级上限，继续挑战通天塔吧。将地藏王移动到下方，优先攻击敌方射手单位。精准是一种说服力。科尔图洛斯，让我听听死人的呜咽。可以加急，但能我要喝口奶茶。我最擅长调教不听话的小狗。
打游戏怎么了？这火够不够旺？